娱乐至上，小歪解说。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周 Z Cup 的上面的一场皇冠比赛，这应该是最后一周 Z Cup 上面最精彩的一场战报，那也是希望能够第一时间给大家呈现出来。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月27号的凌晨了啊，那也是一个非常晚的一个时间点，然后我们来在这样一个夜晚啊，不眠之夜啊，激情的给大家带来这一场魔之帽三的一个解说。好的，那我们看到这边是雨米口，蓝色在左边，右边的话是这边的韩国精灵 Loit， 最后的一张这个精彩的魔之帽三比赛是来自中韩两国的选手这边啊，将 BR 丢在了下方，看的架势应该是要啊本族英雄，反正感觉就都有可能啊，欧盟那手跟这个 Warden 我觉得都一半一半了，没啥说有可能性大水大水，说以前倒是说什么把这个地方放到这个地方会出 Warden 前期方便练级，后来欧盟那手也经常这么干，搞到后面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对吧，解说起来也比较的纠结，时间比较长，40分钟。还是那句话，看完视频以后呢，顶一顶啊，分享一下都是非常鼓励和欢迎的，反正又不要钱，免费的，你懂的，对吧，居然是免费的，为什么不呢， why not 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这边呢是山丘哥哥作为自己的首发，那我们看这边是哎呀山丘对窝的地图是 EI， 这场比赛打40分钟，这怎么打，不会是三本看坦克，不至于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对，怎么个路线，怎么个选择，怎么个情况，先睹为快。好，那其他的一些比赛呢，我们等到我回家以后啊，家里面应该是有网的，应该是有网的，我老爸应该是帮我搞定了这个上网的一个功能，然后没搞定的话这问题就严重了，应该是搞定了啊，然后会各方面都处理一下吧。好，那我们看到现在家里面第一时间先补一根小塔，然后我还特地准备了一个迅游的一个怎么说呢，无线 WiFi， 什么概念，就是能够插在那个网线上面产生一个 WiFi， 对，这是迅游寄给我的一个玩意儿，之前寄给我的，我试试看效果怎么样，听说是即插即用，对，效果很不错，实在不行的话可能要去买个路由器了。好，那这个再说啊，就是一个说法，因为现在如果家里面没个无线网真的是蛮不爽的，然后的话要用回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好久没用了，快一年没用这笔记本电脑，真的是一直用在用台式机。好，我们看到沃伦这边前期的练级呢还是比较顺利的，打了一个闪避护符，这东西性价比稍微低了一点点，然后的话我们看到两级多一点点问题不大啊，另外一边山丘也是一样，两级多看宝物什么东西，哎呀人比人气死人啊，这才是宝物蓝牌，那这样的话待会山丘的锤子就可以扔得稍微的果断一点，自觉一点，舒服一点。好，这边我们看到沃伦是过来练这组311的小点，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放下第一颗生命树，对，很有可能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精灵选手都喜欢在很早时候就补下自己的这个生命树，保证前期的压制。那这边我们看到是一个猎物大厅，那难道是一个双 BR 女猎手吗，目前来说只看到一颗 BR， 对，这个 BR 还爬过来直接用来进行练级了，沃伦到三看来挡也挡不住啊，对，啊，这边我们看到山丘现在是，哎，没有拉民兵往下走，这什么路线？这是什么路线？没有拉民兵往下走，啊，来了来了来了，话音刚落来了，好，山丘过来应该是把 TV 给卖了，换了双鞋子。这边的 Footman 部队呢是及时也出现，准备好了去开矿，双线开矿。买个单船，买一个鞋子，应该是要再等点钱买一个粉，有钱了赶紧买帮粉。哎呀，海兰还是老老实实自己跟着大部队一起练，黄绿皮输出有保证。啊，沃伦这边已经到了三级，这个等级提升真的非常的迅速啊。而深秋这个时候再去骚扰的话，估计赚的便宜也不多。不过的话，这开矿应该是问题比较小啊，有雇佣兵，有福特曼，有民兵啊，这个应该是练级比较轻松的。沃伦这边是跟山丘绕过去了，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沃伦直接升级刀扇的话，这将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啊，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时候的话让我的话肯定要升级刀扇啊，然后捡一个头环，就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刀扇过来扇两把的话，这农民真的会很伤，哎，先捡个东西刀扇一下，哎呀喂，这个就有点讨厌，山丘这边锤的给上去，有没有撒粉，哎，这边我们看到这边沃伦可能要第二把刀扇，这农民怎么走，哎躲进去，哎呦，三个，应该还能再刀扇一下，还能再刀扇，但是沃伦这边，哎呦，被动晕，感觉要走了，感觉要进去，哎，跳，反过来朝这个方向跳，跳的位置非常诡异，
死倒是不会死，本身带有 TP 的，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骗个锤子。哎，这个时候我身上这个托环真不错啊。好，现在我们看到这边阿本科技已经在提了，并没有看到这棵生命树，看来还是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哎，双 BR 倒是双 BR， 另外一颗 BR 放在这个位置了。好，神球过来一锤，先这个黄皮给干掉，漂亮，非常非常的舒服，一个满蓝，接近于满蓝的一个黄皮直接被锤杀。然后福特曼跟着这个黄绿皮的话开始围殴这颗 BR， 这颗 BR 估计还能坚挺个半天，毕竟有这个树在边上可以吃一下。哎，打醒野怪的话就不好意思了，对，野怪跟着这边人族部队两线夹击这颗 BR， 这颗 BR 看来是终究要一命呜呼。再一个 AC 被锤倒，山丘这边还有250点蓝，蓝非常的多。好，这颗 BR 被搞定。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女猎手已经过来准备压制这个农民。哎呦，这边农民死的有点稍微的惨，一个绿皮跟这个女猎快压制这个农民啊。另外一边我们看到山丘的赶紧又去回去啊，山丘真的是救火队长，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山丘。哎，这边农民哎一个被点死，福特曼过来赶一赶绿皮啊。这边的涡轮呢现在估计哎跳过去刀上一个转一转嘛，转一转嘛，到转一下一个黄皮死掉，绿皮应该是比较难杀了。山丘过来可以接应一下吗？山丘过来锤住了这个绿皮，那这个绿皮是多半是凶多吉少了，凶多吉少被这边的民兵是敲成了残血，最后一下没有能够 A 出来。那这边我们看到涡轮哎一锤锤给了涡轮啊，另外一边这个绿皮的话只要注意好拉扯的话，农民是没有继续去追。涡轮这边还有蓝还可以刀散，但是的话山丘这边是更多的有锤子两锤，哎没跳出来，已经有那种跳的动作，一个闪一个丢失，看来这东西有用啊，不能说没用啊。往前走，哎这个感觉要买个鞋子，哎呦这个锤子躲掉了，一个闪烁是闪掉了这个锤子，闪下来割了狗眼。好，34人口，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玉米前期的开矿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顺的，虽然死了几个农民，人族开矿不死农民哪有这种事情，必须得死两个农民，不死不舒服，司机不死不舒服。有些时候我也觉得我这个解说的口音啊也是有点怪怪的啊，有点怪怪的。好，现在我们看到37人口，玉米这边现在一切发展都比较正常。这场比赛看的架势看来是要高人口方向前进了。玉米这边现在两矿呢在继续运作，山丘过来磕了一个清洗，然后的话可以把蓝牌扔在地上，但是他可能有点担心别好别什么，对吧？涡轮过来直接跳过来啪剪掉这蓝牌的话，这事情就讨厌了，还是老老实实900血420点蓝的上限。两个绿皮两个黄皮一些福特曼，然后的话这些东西估计都最后都会成为涡轮的经验，一个涡轮的一个刀闪啊，散都倒了。好，这边过来练一个鱼人点位，然后的话女猎手加上一个绿皮加上涡轮两个知识古树，一切都比较正常。二英雄选择了熊猫不是单涡轮到六的一个打法。好，现在我们看到这波过来，哎刀闪什么看到转了，哎刀闪一个把这几个鱼人收割也行啊，也是经验啊。无论这个英雄需要等级啊，等级越来越高越好，越高越好，一点都不含糊。好，现在这个点呢是抢了一些残根冷炙，玉米这边过来又花100块钱再补一下，这个不吃亏，这个不吃亏，这100块钱性价比很高啊。涡轮这边担心别被锤，远程穿刺很多，哎，这个女猎手悲剧了，对吧？这个被锤住以后，一轮骑射就直接被带走，同时有了一个泥人的减速啊，也是让这边的一个洛伊特不敢轻举妄动。哎，其实我很关心这个最近一段时间Link跟洛伊特两个人之间有没有沟通啊？之前两个人是激情互拍基地，拍的也是真的叫那叫一个爽至了得。小鹿已经在量产，然后这边的树呢现在是正常二本，哎还是没有看到他这边放一个封矿。哎，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很奇怪，就是精灵这边居然没有开两矿，让我有点稍微的摸不到头脑，为什么不开两矿呢？神球过来，哎这个五级怪还在，那这个绿皮要死，锤你压了一个绿皮走一下。好，一个绿皮正好被这边五级的蓝胖子一个补刀，这个点的话刀散一个减速上去，一口火喷上去，绿皮黄皮先被秒掉，涡轮这边一个跳出来，拉上民兵一锤子，熊猫被锤住，那这样的话，熊猫瞬间被对方的农民给围殴致死，熊猫被锤杀，然后的话，三球升到四级，还有锤子，涡轮要当心了，锤子看来要扔了，当心一点。这边女猎手跟着这边的民兵再进行一个互掐，女猎手一个个在倒下，然后涡轮这边将蓝牌，将蓝牌扔，将这个什么东西扔在地上。直接是吃了这个东西。哎，我们看到这边小鹿过来反击，我们看到，我的天啊，操作很炫啊，有没有？再往前走，有鞋子，大家都有鞋子，追不上。再往前走，对，农民伯伯，你们哪里走？还有139点蓝，跳过来一个刀闪，哎呀，又是两个锤子锤住，超被动晕，有没有？
敲贝总晕有没有？没有，没有就还好。这边的山丘是没有继续往前追了，68点蓝可能追也追不上。我的这边是非常的跳，非常跳，非常的跳，很骚很贱，有没有？韩国的精灵倒是一直比较的不错，从这个 Remind， 从 Mo， 从这边 Loit 一直都打的不错的啊。Loit 这边也是打这个2013年最大的一个冷门是什么？最大一个冷门是 Lin 在 WCG 韩国去的一个时候被 Loit 干倒，这个应该说是直接导致0-0的一个怎么说呢？少去了一个2013年状态最好的两名选手，一个是 Remind， 一个是 TH000， 一个是 Lin 啊。Lin 的话在韩国的分赛区是惨遭淘汰。而、这个另外一个演员就是这边的 Loit 这边是当一个主要的配角，真的是一个主要的配角。好的，我们看到现在商本科技已经在提，但是还是没有开两矿，这点我们一直非常关注啊。 Loit 这边居然没有开两矿的一个想法，熊猫呢？熊猫复活了吗？刚才还是复活，这熊猫地位有点略低啊，有点低啊。这个熊猫一级看来也是不太受重视，早知道就不用发熊猫，直接让 Warren 单个的话，有可能这个时候都已经五级了。好，活活将这个福特麦给戳死，戳死，戳死！但这边也没开矿啊，干嘛戳死他？好，泥人绿皮，这些东西啊，买了有点多，其实也未必是好事，未必是好事。买太多的话，很容易就是自己的一个科技品种出不来，然后这些东西的话，很容易被对方的这个涡轮用魔法给烧伤性。玉米这边现在是中间买了个炼金术士，看来是奶妈的一个补给流。直接准备硬刚对方的一个涡轮，哎，这个一个闪烁先走人，一个小鹿被网住，那这样的话这个小鹿应该是要被干倒，对，网住单位肯定是优先干掉，一个被动晕直接将其击杀。炼金术士过来看了一下东西，商店里面好像市场里面没有什么东西，那就算了，没有什么东西就算了，租了一个炼金术士作为 alpha。 最近一段时间玉米应该说是非常喜欢，非常钟情，非常的喜欢这个炼金术士，对，炼金术士这个英雄最近出场频率也是有点高。我们看到玉米这边也是跟我一样不放心对方的这个所谓的风矿，但是看了半天实在是没看到这片风矿。好，神球这边是连续逮住两个小精灵，哎，这第一个小精灵是 BB 无奈选择了自爆。而另外一边炼金术士的话配合顶盾的福特曼的话把这边商店给收割完毕，补一些。这个比赛玉米的塔有点少啊，双兵营火枪吗？这双兵营爆火枪的一个路线啊，这边是爆小鹿，但这边这现在应该是要转熊了，对吧？这小鹿只是权宜之计啊，小鹿想要赢比赛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对方这么多单位，你这小鹿有点稍微难。这玉米这边看来是一个双兵一爆火枪节奏，研究火枪的弓，锤着锤着我这边的涡轮，锤涡轮是没什么前途的。好，那这样的话练掉风矿。罗伊特这边的路线就很明确，就是正常开矿，就是练完这矿点以后呢再把生命树给丢下去。现在炼金术士又是经过一次双线链接升到了2级半，还有一个大海龟点位可以练。山丘这边又看到一个小精灵，又是一锤，对，这个时候就用魔法换小精灵赚便宜嘛。哎，小精灵这边还有这么多小精灵，走进了小精灵的田园，哎呦，自爆一锤，哎，锤了这隔壁那个，为什么中枪是他？这兄弟可以往这里面躲，对，这个地方躲的话是，哎，这又是一个自爆。好，拍掉这个清醒效果，还有一个人，关键是可以把蓝牌给扔下来，这点，哎，扔下来吃掉一锤，要干掉一个，哎，自爆。对，这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肯定是三丘赚的。这蓝现在不是无所谓啊。另外一边炼金术士的话，在交警时间炼金啊，当然这种单位，我觉得可以该送掉就送掉，真的不要留着。狐狸之爪加9两本团补，然后这边 Warden 跟着。熊猫呢也在进行练级，两级的熊猫，哎，这边我们看到山丘现在是一路巡逻在击杀小精灵，还有200点蓝。但是这场比赛很诡异的事情，这边精灵居然一直没有开矿的想法，对，这个有点稍微奇怪，正常来说都要开矿了吧。山丘这边来来回回看了几次福特曼啊什么的都在侦查，但是就是不开矿。罗伊特这边很沉得住气啊，现在在死命的出熊，67人口，双兵营爆火枪，哎呦，这个看来这是不是出错建筑还是怎么样，感觉也不太像啊。现在又在出火枪跟破法的一个组合，单船回家。哎呦，山丘这边应该，哦，刚刚是被卡里面了，但其实也无所谓啊。好，这个炼金术士又是一把加血，又是一把加血，舒服还是很舒服，舒服还是很舒服，没有敌人在边上的话可以随意的加血。
有人说炼金术士是土豪，对，打人的时候就是撒钱，用钱砸死对方，真正的用钱砸死对方。土豪的代言是什么？用钱将对方给砸死，这就是土豪。而炼金术士显然是这样啊，攻击的时候就是扔钱啊，就用钱砸你啊。好，熊猫这边继续练，没到三，不幸福。火冷这边过来是买了个蓝牌，然后大蓝瓶在手，我的天啊，这装备看了就赏心悦目啊。熊猫这边还是没到三，差一点点。双方现在应该是已经整装待发，这边的玉米的部队呢有一点不好，就是破法太少，大量就是一些非魔免单位，就这样的话，对方的一个双 AOE 技能，熊猫的九火连击加上 Warden 的这个刀扇啊，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的话团补至少三到四本不嫌多，真心不嫌多，保证这些火枪的一个存活力不要死。现在的话是两框打一框，我很奇怪的事情是这场比赛精灵是完全没有开矿的想法，这个倒是有点稍微出乎我的预料啊。如果说早知道你这边压根就不开矿的话，我觉得玉米这边还不如就这正常走一个什么的，就一个万金油啊，小炮加男女巫加破法，我倒觉得会更加合适一点。谁知道对方居然完全不开矿，这真的是没想到。现在我们看到直接把兵给提到了一个79人口对抗对方一个58人口，应该是领先了20-30个人口。关键就哎一个刀扇，火枪这边的血量还有九火连击上去，一个加血加起来，绝望几周一天啊！小精灵过来爆蓝爆，这个还有团补点掉，血量还是很饱满。后方的话，沃顿是开始击杀农民，一头熊倒下，两头熊倒下，三头熊倒下，好像很轻松很 easy。第四头熊也倒下，熊全倒啊！沃顿这边通过几把刀扇，直接是哎又是一个加血加上去，一个锤子躲掉保存回去。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波直接是取得正面上的一个突破，将对方熊给大量收割，六头熊死的只剩下两头熊，哎过来再把这颗 BR 给拔掉，又是一个加血。炼金术士这边的蓝倒是不多了啊，现在我们看到火枪是目前来说没有死，刚死的主要都是些农民，哎这边又是一个闪烁跳走。罗伊特这场比赛现在劣势很大，人口是47人口，玉米这边现在达到了一个79人口，领先30个人口的一个部队，79-80-50、哎、你可以这么认为，80-50。好，过来继续的压制火枪，呢就有一个不好，车间组有点稍微慢。然后的话，两攻火枪，炼金术士的话，重点负责加血，跳进去一个刀扇，发现血量掉的不多。然后的话，没有牧师，一个加血加上去，对兄弟们是懂的，这个加血呢一定要稳稳的加上。然后的话，炼金术士的蓝呢现在是不多了，69点蓝，又是个刀扇，我呢这边扇了半天，没发现没扇是什么火枪。哎，这边我哎玉米这边为什么要走呢？走什么呀？怕什么呀？对不对啊？哦，他是怕对方的一个巨型魔法杀伤性吗？选择撤退，100麦粮贴上去。好，山丘过来应该是要抢团补。哎，刚刚那波玉米，其实我觉得可以继续的咬咬牙，可以跟他僵一僵，没必要什么的找就离开。两本团补，一本团补加一个无敌啊，无团补无敌刚刚是之前自己有的。蓝牌扔下来可以磕个清醒，然后的话山丘这边是没有蓝牌了，破法这个注意好自己的部队集结位置。哎，这个时候呢精灵是终于开这些两矿了，他这个开矿真的是有点稍微的慢啊，我倒是说实话，中的实话真的很慢，很淡定啊，这种感觉啊，这开矿比赛进行了18分钟，对方的矿都已经运转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选择开矿，一般都是提前在对吧，在这种位置啊什么这个位置啊放一颗生命树然后开两矿的，现在发现这种局面的话倒是有点没想到。好的，我们看到现在80人口的玉米这边应该说是已经整装待发，我觉得不用犹豫啊，把这负责慢的能 A 的就 A 了吧，反正作用也不大，留着有什么用呢？买了三本团补，一本群芳卷轴，无敌的话是一个，然后的话清醒磕起来，熊猫，炼金术是289点蓝，三丘这边是，这真的是非常的节约啊，这还是一点都没有浪费自己的兄弟。好，三级熊猫魔美药水加蓝瓶，这边是五级的沃伦，一个蓝牌加一个大蓝瓶，48人口的洛伊特，而这边呢是玉米这边80人口，三本科技也快完成了，但在等三本科技，怪不得我在这边干嘛呢，打酱油，原来是升了三本科技，那这样的话索性就是慢慢来嘛，索性就慢慢来，等这个骑士出来以后再说嘛，80人口整，现在是四个熊，5个小鹿，两框再开啊！这个洛伊特这场比赛其实他的人口一直不多了，一直压着五十人口。这边的话很早就破了50，如果他要破到80人口以上的话，两片矿还不如人家一片矿多。
好，玉米这边现在是没有进攻，他在那边等什么呢？他真要等到自己三门科技完成，然后呢再等一个三攻，这有啥意思呢？三攻我觉得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啊。零攻两防的破法，两攻零防的火枪，树给终于站了起来。我感觉这树应该是站不稳的。这边现在是80人口，对抗的这边是61人口，又是一个20人口领先的一个节奏，等级也是一个5级的山丘，这锤子不要乱扔给熊是可以的。我俩这边隐身到前线，哎，这个有点稍微猥琐，我隐身到前线。后方的话主要是一些火枪，哎，一个双刃弹扔上去，一个刀扇扇进去，来这边，我冷这边顶起无敌，要不要？没有，这边现在熊猫过来，一个九火连击喷上去，一个刀扇，加血锤子锤住，哎呦，这我冷怎么瞬间要被秒了节奏啊？一个双刃弹扔上去，直接顶起无敌，小鹿这边又是一个刀扇跳进去，熊猫这边还有多少蓝？哎呦，还又是个九火连击，哎呦，这个加血加上去，死不掉，好的，绿皮顶住了，一个胖子倒下，一锤子，一头熊。一个小鹿，两个小鹿，两头熊，三头熊，好的，漂亮，这瞬间就崩盘了。还有239点蓝很多，可以继续换血。又是一锤，又是个小精，又是一头熊。哎，两个小精灵一个自爆蓝瓶吃下去，直接扔锤啊！一头熊又被干掉了。涡轮这边是满蓝的一个涡轮过来，准备要刀扇了，刀扇一个，你倒是扇啊！跳进去一个刀扇，来绿皮一本团木点掉，救一下这些绿皮。涡轮往边上钻一下，有血的双方在那边硬拍。又是个双刃弹扔上去，熊猫被卡里面，熊猫有危险，直接将熊猫再次击杀。涡轮这边现在是刀扇一个，五级大半，他现在是要拼一个6级涡轮吗？这比赛有点稍微难弄哦。炼金术士又是个加血，给自己的火枪跟破法加起血来。又是个双刃弹扔上去，涡轮这边走过来，又是个刀扇，火枪还是要死，一个火枪死掉，升到6级的涡轮扔出大招来，很多的尸体，火枪被粘住，一个火枪被点死。这边人族现在在杀这个熊。锤子给上去，这头熊又要倒了，又是一锤子给干掉了一头熊，马上就要6级的山丘来，又是一个小鹿被点死，茫茫多的复仇天神，哎，这东西关键是无敌啊，就是相当于说现在拿他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要么将对方围住，以后用破法强行杀这边的这个复仇天神，但是一个1200点血，只有2点护甲的一个重甲，真的是破法有点难打，破法比较适合打这个中型护甲，破法是比较的擅长的。就跟他自己护甲一样，又是一个火枪被熊给拍死，现在这边火枪数量已经不多了，目前来说看到只有一个火枪，跳进去一个，哎呦，一个火枪都没有了，话音刚落就急急掉，一个都没有。好，三雄选择是边牧舰长，这样的话炼金术士被打回去，选择 TP 有点可惜，这波进攻的话并没有能够将这个 Loit 给压下来，34人口反而是两矿的稳固的一个运行啊，这个对于这边的玉米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时间的推移的话，这个玉米主基地已经干了，风矿的话也只有2800，而对方的话这个11000块钱啊，这个差的有点多了，一矿对一矿，然后的话你这个2000，对方是10000多，哎，对吧？这个差距就有点稍微明显了啊，所以呢，现在对于这边的，反而对于这边的一个精灵来说，倒是一个比较的安逸的一个时间点，因为现在它坐拥一片大型的风矿啊，你这边的矿已经是。这个快已经快没了，对，是不到它1/4，所以这个差的有点稍微多。好，涡轮这边又是磕了星星，900点血，570点蓝，这熊猫呢？熊猫又在复活，熊猫某次都在复活，这个熊猫也是有点稍微苦逼啊。时间的话进行到了23分，马上到24分钟，对的。好的，现在我们看到70人口的玉米人口呢是较之前其实有所降低，但是的话这个人口降低不代表战斗力下降，这都是换成了一个骑士，对，骑士，人类骑士的战斗力是非常高的，30到38，然后9点的护甲两防，罗伊特这边现在是全力的在防守，守住自己的大基地，熊猫3级带 TP 魔美药水，然后的话这边涡轮的话魔美药水带蓝大蓝瓶带这个蓝牌。好，玉米这边是再次纠集了一波78人口的部队，是浩浩荡荡往中间开过去，没有任何的补给品，所以的话可能要稍微买两本团补。而这边熊猫倒是并没有这方面的追求。1、2、3、4、4个骑士，加一个三英雄 BM 剑，数量上看的是比之前要少，但现在的话其实战斗力其实不弱了。好，小精灵大量的往下走，随着嘴里准备要爆对方的蓝。对，爆山丘的蓝，让山丘的锤子是不能张牙舞爪，这个山丘锤子还是有点稍微凶的。
78人口，这一波的话又是比较明显，78人口打一个56人口，领先22个人口。现在骑士跟熊是全面展开，锤住这边的一个熊，一头熊倒下，6级的山丘一个变身，来小精灵一阵的狂暴，比亚武器直接被爆干，又是一头熊死掉，炼金术士过来加血，有没有加血？加血升到了5级炼金术士，又是一锤，加血加上去给自己的骑士加血，一个熊倒下，炼金术士自己要当心一点血量了，被对方盯得有点死，哎呦，又是个刀闪，炼金术士给自己加血，来绿帽子点起来，想杀这边的绿窝的很难，山丘这边直接敲这边窝的一个保存。又是个加血，一个骑士没有能够加上，非常的可惜。山丘这边现在还有一个70点蓝，马上就要有一个锤子，抽这边的一个熊猫的蓝，一锤，好的，将这头熊给干下，零攻两防。小鹿这边的话可以粘这边的一个骑士。其实我们看到精灵的部队不多了，关键是这五个复仇天神外加一个复仇天神加这个复仇之魂啊，这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就非常讨厌。涡轮这边现在是跳起来，山丘马上就要变大的结束了，不磨免了。好，山丘这边也没有锤的，我来涡轮这边能没如果有毒标的话就好，但估计没有毒标。刀扇就这点不好，没有限制性效果，毒标呢还是有个减速效果。好，现在的话熊猫过来准备要继续的喷这个风矿了，玉米这边矿真的是相当的赤裸裸，前期并没有投入很多的资源，现在还好部队还在，76人口，然后的话送点蓝加个血，对，这很值了，很滋润。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当务之急是要往下赶，跟对方进行正面的一个较量，不能 让对方把农民给全杀干了。涡轮这边已经6级了，再杀上去就是7级8级甚至更高。来，这边农民已经又死了一大片，只剩下两个农民逃回家。哎呦，这罗伊德打得很坏，这直接选了 TP 啊，这就不给你机会啊。我们看到这波部队人族看的真的是雄赳赳气昂昂啊，五个骑士破法，少量的火枪加大量的破法，火枪基本不出了。对，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局面的话，对于这边的罗伊特来说是一个怎么说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嘛。他这个对方经济不好啊，自己的经济又比较好，虽然人口呢有一个很大差距，但是家里面也是在出熊，准备要往50人口方向前进了，或者说更高的人口方向前进。哎呦，这边现在1、2、3、4、5骑士部队正面硬推了，这真是一正面硬推，这骑士在前面等着的话，熊也打不死这边的骑士。好，67人口，然后的话两矿呢依然是非常的猥琐啊，什么都没有，加血加一下哦，骑士的血真的多啊，炼金术加一下感觉效果不太明显。5级的炼金术等级非常的高，非常高的一个等级。神佑这边有6级，哎，一个九火连击冲上去。好的，我们看到这边 BMG 看怎么选择。好的，一个骑士避难回去，小精灵过来爆蓝，那这样的话加血怎么个加法，到底是给谁加，又是个加血加起来，随便乱加不管了。涡轮这边跳走，又是一头熊倒下， BMG 跟着这边的再偷偷点对方52点蓝，再杀掉一个熊，那可就是真的大赚，一头熊没有能够走掉，熊猫又没有喷中，熊猫又要死了嘛，有个保存回去。涡轮这边倒是一切都还 OK 啊。涡轮这边又来了，279点蓝，关键是他靠这个，其实涡轮 OK 不 OK 都无所谓，现在关键是靠他呀。复仇天神屌得很啊，玉米这边打不过啊，打不死对方，对方这有点稍微的小强感觉啊，这边一个加血加上去，神球这边现在是没有蓝没有锤子，熊猫又来了，500点血，117点蓝，来现在这边复仇天神这弧线耗你的单位，玉米这边是拉回去两个没血的破法跟一个骑士，又干掉了一头熊，熊基本已经死光，这个骑士应该也要拉回家。现在小鹿这边戳掉了一个火枪被戳死，先将这边熊猫的蓝给吸干， BMG 这边有点危险，一个保存回去，一个避难，这算人主叫避难，矿干了，哎呦，这个事情有点讨厌，矿干了就有点讨厌了。玉米这边没钱了啊，这边的话依然是有一片矿，哎呦，这个东西就是男人讲的是持久力，对，男人讲的是持久，真男人要持久，有没有，你没了，你不行了，你倒了，我这边还在这边进行正常进行。哎呦，这个尿得很远啊，这是非常非常给力，非常给力，买个麦当麦，买个麦当性价比很高啊。6级的涡轮等级真的非常不错，继续出熊，熊猫只有4级，血量也是有点稍微的不饱满，然后这边的一个小鹿呢也是比较的残血。1、2、3、4、5、6个骑士，几个破法，
一二三四，哎呦，七个骑士啊！一二三四五六，哎，六个，一二三四五六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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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顿加血。然后的话，炼金术士真的是非常的劳苦功高啊，536点的蓝。反倒是这边罗尔斯现在这个时候非常的冷静啊，就靠着这个复仇天神的顶住两波了，第三波还是得靠这一波来顶。那现在这边人口已经达到了61对抗这边的一个38，其实还是一个20多人口的领先，但是这个部队就不像之前那么的雄赳赳气昂昂，这个部队呢比较精英化，就属于那种都是千挑万选百里挑一，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都是骑士加上一些破法零攻两防，7点护甲跟9点护甲，护甲非常的高，而且是磨灭，所以的话你拿它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61人口对抗这边现在是42人口，这人口咋这么低啊兄弟你啊，主基地已经干了，然后分基地这边的话是在正常的进行，42人口没有破到50的话，也就是没有维修费用，踩10块钱就10块钱啊。玉米这边就非常蛋疼了，没钱了。61人口的部队准备好跟对方打一波决战，骑士绕过来，1、2、3、4、5骑士全部展开来，就如果能打掉这个复仇天神，其实你能打掉也是最好的，因为一旦能围住的话还是可以打，对不对？能围住还是可以打。哦，这个骑士真的很多，1、2、3、4、5、6六个骑士过来直接敲这个矿盖子，矿盖子敲了半天没敲掉，来往后撤骑士，这骑士不能死一个，死一个都很心疼啊，还好有避难，两个避难，三个避难吗？三避难的一个玉米，来过来，能打掉这个复仇天神，我觉得也要打，能打掉真的是要打，可惜就打不掉，这个东西是无敌的。好，一锤子，这个炼金术士加血一下，加血一下，兄弟们加加血，这个加血效果还是真不错。来，山丘这边又要用锤子交代这边的一个熊了，哎，咋不锤呢？又是个加血，加上去，来锤水死锤，哎，锤的是熊猫，熊猫这边有点危险，来，熊猫，你刚刚被人家锤了，注意好这些走位。这边涡轮是被卡里面了，被人家绿帽，哎呦，被骑士直接被一阵爆 A。好，熊猫这边没有保命道具，那这样的话这锤子扔上去，熊猫基本就倒了，一个被动晕，绿帽子顶起来，没有办法进行驱散。熊猫还不走，熊猫你还不走，先强打山丘，有没有搞错啊？又是个加血加起来，熊猫你还不走，绿帽子时间也快了，一锤熊又是被留下来，山丘这边还有一个锤子，估计还能再至少干掉一头熊，又是一个加血，非常舒服，来一。锤子干掉这，哎，将涡轮给锤住，一个骑士被打残，避难回去自己的骑士。哎呦，又是个加血顶在前线，小鹿在那边戳这边，其实很吃力啊，感觉哎，玉米的大招是变身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段时间真的顶着这边大招在那边打了半天，但是山丘的大招并不是，哎，这个加血加的有点问题啊，这有问题啊，我们看到这到底是给谁加血呢？你这个是杀熊到底还是救熊啊？一个熊倒下。保存回去，你一个保存，我一个避难，双方也是相当和谐友爱。好，又是个加血，直接将这头熊给干倒。那这样的话，这边两个骑士的话就绕一下，哎呦，死了一个，一锤子又干掉了一头熊。现在是6级山丘，但是没蓝破法这边一大堆，熊猫被抽了，有被动晕什么的敲一下，骑士被粘住，主要小鹿的东西比这边破法好的地方大家都磨灭。但是我这边的攻击啊能减速，你这攻击不能减速，这减速的攻击效果很明显。拍这边的一个破法被，哎呦，这破法被围在里面了，直接是拍倒一个破法，再抽这个熊的蓝，然后再给这边的一个炼金术士给送过去，然后炼金术士再加血抽三丘蓝，一锤锤掉一头熊，又是死掉一头熊，能不能包一下？熊猫往前走，现在是43人口，这边玉米的话，这个两矿，这矿主要是干了，没办法再进行运作。所以这也是比较蛋疼一件事情，没钱了，这个没矿了，他踩了。好，这边现在这边罗尔特是一路败退，走回家里面进行防守。炼金术士马上到6级，到6级还是有的玩了。炼金术士随便放一个单位的话，这个单位只要能够顺利的达到一个阵亡的话，就能产生一个堕落天神，就是一条好汉，直接把对方给变掉，不是堕落天神，直接把对方给变掉，变成钱，就换成钱嘛，很实在的事情，就变成换成钱。好。守望者6级，熊猫呢等级一直比较惨淡一点，炼金术士呢又是享受到这个 PMG 的一个滋补，然后的话兄弟们又可以继续的加血。好了，一个破法又是被粘住啊，这主要小鹿这个兵种真的是非常的无解。
五十人口整1200块钱，然后这边现在五十人口两个骑士呢是也要来了。现在我们看到这边的玉米的话是正面上有点打不过的感觉，对方的部队有点稍微的凶，一路在追着对方打。一个虚无，哎呦，漂亮虚无锤，这事情有点稍微给力。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最尴尬的问题，当然是这边玉米呢是没钱了，对方呢就对吧？你也看到就这么保了那么一片矿，那这个东西就是有钱打没钱，很尴尬的一个事情。虽然伊安的这张地图呢本身也就只有重修了技能，我们看到，对。好，现在玉米这边的一个部队的话是应该说战斗力还是比较强啊，等级也很高，一个653的一个英雄等级。虚无锤的话也是能够对对方的熊啊英雄啊都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而骑士的话本身又是一个非常这个血皮糙肉厚的一个单位，就那一句话对着这边小鹿就说你操我呀，对不对？你来呀。然后的话有三个避难的话又能保证自己的英雄的一个回复啊，也就是说相互之间的倒避难能够帮助自己的这个进行补给。那我觉得这样来的话索性要不给山丘也避个难得了，索性就这么避难了嘛，一起避避难一起避避避完了得了，也避一个送点蓝。对啊，这个时候这个 BMG 压力还是有点大，因为没有大法师存在，所以他自己是他这个蓝啊有点稍微的紧缺。玉米这边经济的话只有50块钱，50人口，然后这边是49人口，他这边整场比赛其实都没有破过，没有很多的人口，一直都是比较的一个低调，但人口比较少，基本打了一个是一个反手反击的一个角色。就整场比赛这边罗伊特其实都没有进攻过这边的，没有多少什么真正意义上进攻过玉米。玉米这边你看疯狂其实也没有防御塔，就一根塔，我记得是主基地也一根塔，整场比赛只有两根塔。但是的话这个在这么防守反击中啊慢慢消耗对方单位，然后等级再慢慢提升啊，涡轮这边也是升到了6级，现在估计应该是一个刀扇的一个不应该是毒标加上闪烁的一个情况吧。加了血，兄弟们稍微再滋补一下，那这样的话加满了再说400多点蓝，反正这边 BMG 的蓝倒是不错。那现在我们看到这边准备好了一波进攻，准备玉米来进攻了，来已经看到这边的斧头先生，斧头先生这马上到了，山丘这边直接变身一锤，一个保存错了，有双保存，三避难对抗三保存。那我们看到这边直接要干掉这边的一个矿啊，不能让他矿给踩钱。来，这到底是怎么个选择法？这边我们看到罗伊特非常的淡定啊，就果断选择往后撤，不跟你进行啰嗦，买了个泥人进行个减速。泥人的话被骑士这边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干掉，跳进去一锤干掉了一头熊。哎，这边现在直接对着这边的一个 BMG 呢是一个毒标，不过的话一个抽魔将这个涡轮给控制住。小鹿这边戳一个加血，兄弟们滋补一下，哎，这个避难一下，继续加血，这个加血效果很明显。熊的话一个接一个倒下，目前为止又是个保存，而 BMG 有一定的危险，保避难回去，一个火喷下，这个骑士看来是要避难没有了，反身过来看看能不能锤一下，一锤给了这边的一个涡轮，有点打不过，跳过来，毒标甩上去，一个毒标，225点伤害，这个避难能不能再跟上？哎呦，要死了，直接被干了，7级的涡轮一锤，哎，涡轮要死，好的漂亮，7级的 MK。独享这一笔7级的涡轮经验。哦，这边我们看到有钱吗？700块钱，一个5级炼金术士换了一个7级的一个涡轮，关键是这边能不能说英雄复活出来？小鹿这边过来应该是要买活了，意图很明显。BMG 这边过来，山丘这边现在只有一锤子，感觉得送点蓝过去，得送点蓝，这个蓝很关键，一定要有锤子，锤子才是王道。这边复仇先生到了一半的 CD， 现在熊猫没到5级，有蓝，有360点蓝，哦，这个锤子有点凶了。接下来可以弄一下虚无锤，没有保存跟没有保命道具，一个锤子又锤上去，你，魔美药水买一个，出蓝，魔美药水买一个，再锤，这一定要锤，你哪里走？再锤，哎，熊猫也要死，好，但魔美药水有，但是这个走不掉，一个被动晕有没有？卡住位置，被动晕有没有？没有井水，哎，直接将熊猫给干死。直接喝了点井水，但是还是被弄死了。好，又来个骑士，这个骑士应该是刚刚避难过的，一锤一头熊，这唯一的哥玛能够被锤了，这哥玛有点倒霉，直接被锤死。其实这个时候锤子都没什么扔的对象，没什么人可以扔。打掉机，哎，这边我们看到是涡轮买活了涡轮，但是涡轮这边家里面井水啊，井水很多，可以喝，跳进来，涡轮井水一喝，锤子出蓝，没磨了，我们看到再打涡轮这边再喝井水。这边现在的复仇天神有点讨厌啊，还好没有尸体，将这个复仇天神给围住，避难回去一个骑士，死掉一个骑士，打开这个缺口一锤子又锤上去，
还是要杀这边的一个涡轮，涡轮这边当心一点。哎呦，这个涡轮的挡不动啊，现在井水太多了，现在有点部队被消耗干的感觉了。只要是没潜来一个闪烁，再一个，哎我去，这节奏有点快，割有点割不上，一个清醒磕一下，有将这个蓝牌给扔下来，跳过来一个毒镖，来一个刀扇。没有刀扇，一个绿帽点起来，一个虚无，虚无当心直接要死了，虚无要死了，哎，毒死了。变个身又怎么样？变个身又怎么样？你在哪里走？你没有锤子，没有锤子，跳过来抹他一刀，就这时候抹他一刀就可以了吗？跳过去啊！哎，我去，这兄弟，对方又没有锤子，你怕什么？山丘现在被这边的一个小鹿给粘住，粘这边的山丘，山丘这边有点稍微苦逼。关键是有家有一片矿啊，还有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的话熊猫也可以复活。哎，回家又是喝井水，当刚刚的几口井水还是非常关键的啊。英雄这边的话现在骑士在避难，26人口，英雄有点少了，关键是这个涡轮这边现在是7级的一个涡轮啊，这个7级涡轮有点稍微跳。山丘现在是没有有一锤，但一锤的山丘杀这个7级的涡轮机械。好了，非常可惜，这场比赛应该说玉米呢是强攻了4-5波吧，但是最终并没有能够将这个 Loit 给攻下来。几次的话，最后的话也是2度将对方的高等级的涡轮和这个熊猫呢都是给击杀了，但是非常可惜，自己的这个也没有了补给啊，炼金术士呢也是换掉了。如果炼金术士能够买活或者复活的话，可能玉米这边的部队就不会这么快的一个阵亡，能保证自己部队的存活的话，就能对对方进行一个持续打击。但是炼金术士死了以后呢，这个加血这个配不上，对不对？好吧，那也是非常可惜吧。最终的话也是恭喜罗伊特拿下了本场比赛，赢得非常的艰难啊。但他这边的一个选择也蛮奇怪的，前期就是不开矿，就玉米开矿开得早，就吃亏在这个点上面，没钱了，对吧？其实就这么一个问题。其实从钱上来说，反而是这边罗伊特踩得多，因为玉米这边一般都一直都是在那个这个低维修状态啊，这边的这个罗伊特基本就是一个没啥维修状态，就维修的费用我们看到玉米维修了5000块钱，对方维修了800块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差别非常的明显啊，非常明显，一个差了5000，一个是800啊。有点稍微的夸张。好了，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小歪。